嚟緊呢個禮拜六，鬱敏會客室嘅嘉賓係傅家俊。傅家俊係頂級嘅桌球好手，香港嘅首席桌球嘅選手。當然啦，佢喺世界嘅排名咧，而家已經係前十名噶啦，排第八啊！最近有兩場比賽非常精彩嘅，一個咧就蘇格蘭嘅公開賽，打敗咗佢嘅宿敵呢個希堅斯，攞到呢個排名賽嘅冠軍。另外一場比賽咧，犀利啦！呢一場錦標賽咧，又係排名賽，係嘛？打入四強係搞掂咗排名第一嘅呢一個沙比，然後喺呢個決賽嘅時候咧，即係係輸俾呢個而家排名已經升上第二嘅呢個 Trump 啊。咁但係大家最欣賞嘅一場係咩？你估係港中大戰啊！呢個禮拜六，鬱敏會客室記得收睇。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好啦，又翻翻嚟今個禮拜嘅澳門街。耶，系啦，又系我啊！咁啊，昌哥、森哥，系依然系我哋，铁脚系嘛？系啊，咁啊，有啲嘢咧一定要讲嘅，因为始终咧都系大单嘢。咁啊，传媒又好，网络又好，都好多人提过噶啦，就系荔枝碗船厂嗰单嘢吓。咁我哋今集都要讲讲嘅。系啦，其实咧又系嗰句系嘛，忽然间停咗工，又好似有人话停咗工。其實呢就首先就拆了兩間船廠，他拆的時候其實可能他都迫於壓力，我見他拆下來， 我其實是有經過那裡的，這樣見他拆下來，一支支其實是木裝來的，他們一劈劈很漂亮，擺得很齊整地擺在路邊，即是擺好了這樣的樣子。我想說拆那兩個船廠的時候呢，直頭他們的工程的機器爛嘅，你嗰頭咧就話佢有危險會冧，即係啊啲建築又被風打完之後咧好唔安全。但係另一方面，你去拆佢部機咧，鑿佢鑿到爛曬，即係根本上係相當之穩固，即係令人覺得好矛盾咯。我唔係嘅，可能佢人哋趕得滯，揾唔到啲靚嘅機器嚟用啫，係咪啊？嗱，正所謂勾機進城嘅時候，最緊要係咩？係快。嗱咁樣樣啦，其實咧，關於荔枝碗船廠咧，自從嗰兩個拆咗之後咧，尤其是嗰、那個叫做羅立文嗰邊咧，阿司長佢都旗下部門都放風出嚟，跟住仲有九個船廠都偏向咧繼續拆埋落去啦。突然啊，咁就大概係啊，之前嗰個星期一、星期二左緊咧。就話文化局新嗰一個局長啊，係咪叫梁曉星啊？咁就彈出嚟話啟動嗰個文評嘅程序，即係咧就去評定佢究竟屬唔屬於文物，咁就先至嚟家叫暫時停咗。咁當然啦，唔好咁樂觀啦，係暫時停咗拆，咁可能評定佢唔係文物就繼續拆，咁就更加合法合理光明正大地拆都未定嘅，呢個冇人知。咁就好似暫時就啊暫緩咗處理啦。其實呢件事呢好多 point 好可以講嘅，咁我反而最想講嘅就係、是、喂嚟遠睇就係啲鐵皮啊木棚啊咁嘅啫喎，系咪要保育啊，森哥？其實造船業係以前嘅支柱工業嚟嘅喎，整個造船業嘅博物館係無可厚非嘅喎。嗯，即使又係嗰句啦，大數就係咁計咯。嗯，細數嘅咁，你話嗰幾碌木裝有冇特殊意義？我真係唔知喎。嗱，係咪先？我淨係知港產片嘅取景勝地啫。龍友的取景聖地啦，乜都是啦，很多人都跟住亦都是走私的取景聖地啊嘛。嗯，嗱咁樣樣嘅，阿昌哥自己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你澳門以前是一個漁村嚟嘅，咁佢做船廠以前都會喺筷子矶嗰邊，到後屘一嘢俾人哋忽走曬去曬路環嗰度。以前應該係青州嗰度係嘛？以前青州。青州梗係有啦。青州係個船嘅墳場嚟㗎嘛。細個好鬼驚㗎，行到嗰度好似一隻隻船沉曬喺海嗰度。你而家去到筷子矶嗰邊有個衞生中心嘅係咪？隔離嗰度仲有個木牌喺度嘅。係啦。同埋咧，有一個好大嚿嗰啲屋頂係又係嗰啲鐵皮咁樣樣，裏面仲係放咗好多造船嘅木嘅原材料喺度。即係去到十年前咧，你都仲會見到咧，啲水流係會喺嗰邊運啲木材過去放喺個倉嗰度，預備我哋造船嘅。
至到今時今日呢、這個倉佢都仲喺度嘅，咁可能仲有啲木牌咁樣啦，因為行唔到過去，只有泥院睇啦。咁當然咧已經舊到啲玻璃都扭曲曬啦嗰度嚇。其實係有啲好多痕跡。澳門咧曾經係一個漁村，即係雖然啊長年都係走私販毒、嫖賭、飲吹嚇，咁但係佢都係有做過一下漁村噶嘛。咁你造船都係不可分割其中一個重要嘅成分。咁但係你今時今日啊，遠東又好，好多地方又好，你造船嘅廠仲要係木造嘅船，即係呢啲咁嘅遺址啊咁樣樣，冇得傾係珍貴噶啦，一定係有佢嘅價值喺度。OK， 即係你可能覺得係冇價值，咁其實你有一個程序去評定佢有價值或者冇價值，專業地評定或者睇翻民間嘅反應嚟評定流唔流，咁我覺得會公平啲，而唔係話一個長官意志危險就拆。咁但實際上係咪真係咁危險？你附近有幾多人呢？同埋你話佢會冧，你一拆到連嗰部機都亂曬爛曬啲嘢，係咪真係咁融融爛爛呢？同埋你話危險，點解你唔去鞏固佢呢？因為其實係有價值嘅喎。好，你覺得係冇價值，咁你評定咗之後先至再講有冇價值咯。再唔係啊，一係你又即係一係你就專業嗰方面去評佢有冇保留嘅價值，一係咧你就 check 下民意究竟拆好定留好，話曬都係澳門嘅一部分嚟噶嘛。即係我咁睇咯。咁又係嗰句啦，你如果講民意嘅，一定係唔拆噶啦。都唔係㗎，你朝頭早聽下嗰啲咩生番廣場啊，嗰啲咩啊生番論壇啊，真係好多唔知係打手啊、收錢啊，定一話維園阿叔啊、阿姨之類咁樣，佢話要拆嘅喎，哎呀拆咗先有地起樓俾我哋住啊嘛，咁樣講喎，好多啲咁嘅論點喎，即係當然啦，我唔覺得千幾萬一層樓嗰啲阿叔會買得起啦、咁但係真係有人咁樣講喎，即係我唔可以話收錢講嘢啦，當然。咁即係點都要有個手續，即係要叫做供應係有個共識，或者經過專業嘅評定，咁你先至出師有名。但係你而家咁強，係好有而家係唔係好有鬼，係好有問題嘅呢單嘢。首先佢嗰幾個船廠，我冇記錯，應該舊年年尾收嘅。應該九月十月左右係嘛？大約時間性係咁上下啦。因為我冇 check 過。總之舊年年尾收佢嘅，話唔續約，跟住一收就收曬。咁嚴格啲嚟講，如果班友仔同政府打官司，可能官司都未打嘅喎。嗰幾條友係咪全部認曬輸唔上訴咧？嗱咁樣樣嘅。嗱雖然有個問題啊，上訴你都係一定輸嘅。點解咧？因為公務局話要收你就係收硬嘅啦。嗱咁樣樣嘅，其實大條道理收，因為個牌俾唔俾佢咧，完全個制咧政府嗰度。係啦。咁同埋咧，你話佢冇生意、冇營運、冇造船嘅話咧，就要收佢個牌，咁其實都好撲街嘅。因為你而家最主要嘅問題就係你個水流改變咗啊嘛，你嗰度根本上淤塞曬，你連船都行唔到嘅時候，你木材又運唔到嘅時候，都冇人嚟維修、冇人嚟造船嘅時候，逼住咪冇生意咯。咁你冇得賴大陸咁樣樣，佢啲填海做得唔好，啲污染。衰乜乜乜乜，你冇得賴呢啲噶嘛，係咪先？咁其實根本上係老屈。OK， 咁其實佢都冇咩怨，冇咩成啦。唔係嗱，點解我咁講咧？話嗰幾條友未上訴，點解拆咗佢咧？因為嚴格啲嚟講，嗱，你唔批我續牌唔緊要，但係根據澳門呢個善良風俗啊，就係笪地我牙咗先，政府批咗俾我先，其實發展權係俾我先噶嘛。呢、這個善良風俗，你大家都知咩嚟噶啦？即使我原本喺度做開碼頭，你而家唔俾我做碼頭，改起樓嘅。喂，我其實以前以往的慣例就是我可以跟政府申請起樓的、你看看現在那個叫做哪裡、提督馬路那裡以前很多就是那些這樣的牌來的、很多高層樓都是以前一個牌跟著說跟政府拿地跟著起了它哇是不是以前那些是怎樣變出來的不知道是不是政府不續給他跟著政府公開說給人跟著然後落溫到他們手以前就還以前你家就、合法合理有新的規矩你不要拿以前來打我了因為用溫以前的規矩就是現在既然不做得碼頭你成規會我不知道那個正式都更會是不是叫做哦，呢啲唔關事嘅。總之你話你而家係叫做海水局，即係以前嘅港務局，而家發牌都係佢。唔係港務局，你唔批個牌俾我。叫海水局。水局水局唔發牌唔緊要，話而家呢度起樓，咁我係咪應該同公務局講過？其實我喺度做開生意咁樣，而家
以前都是買地都是從政府買地都是他們優先的嘛，以前是這樣的喎，是吧？聽說就不算是買地的。那法律問題我怕再說呢悶親大家啦。那或者我就從另一個角度去講啦。其實是兩個司在打緊交，有沒有這樣的感覺？一個司就不理啦，我要繼承事實，現在拆了他。呢個司突然大義諗然動出嚟話要開動文憑唔俾拆，兩個係冇溝通，兩個係打緊交。咁鬼似包大人嗰啲嘅刀下留人，覺唔覺得好過癮啦？嗱，另外你睇下譚司長，即係錄音之時啊嚇，即係大概星期三四啊嚇，突然之間話海一居嗰個樓花一定要保障，無啦啦自己拿上身講啲咁嘅嘢喎，轉 Q 曬睇好似揾到啲新嘅方向喎，譚司長。莫非他睡下觉有先人指示？是啦，他其实之前走的路向是哇很多文物很多城都要拆啊，跟住呢是咁要制造很多活动出来攞很多彩啊，一阵间又搞武林大会，一阵间呢度又要搞文创 click club 咁样，搞到啊民怨四起嘛。他好像想通了少少嘢啦，见香港的薯片哇都可以夹到咁硬的时候，咦，会不会讲返啲人话啊，做啲嘢出嚟攞返啲民意可以令自己升呢，然后夹住嘅民意入下集都过瘾呢？即係当然啦，呢啲係阴谋论，但係好肯定嘅就係两个司喺度打緊交，罗立文同埋佢就有少少冲撞好紧要。呢啲嘢唔沟通之余撞到硬喎。你睇返以前啲新聞係罗立文係兜口兜面窒啊谭司㗎喎。係由来已久嘅两个啲牙齿印。是不是很过瘾呢？没说过不过瘾的、啊、当是戏这样看咯。发生了。不是，又是那句，其实他们现在两个直情不要说在这里跟你讲什么了，立叫晒啲人出来打场交，面个赢就给面个是吧、啊、都得、啊。嗱、啊、即是真的。用黑社会的方法来解决。啊、我不希望呢用即是香港网台都好惯用的阴谋论。其实呢中共的内斗呢已经显现在呢澳门的政府之间，即是我不想这样解读啦。咁但是他们两个私打交呢就好似，同埋我想讲他离家这个船厂的位置，无论北面和南面都是有游艇自由行的码头。一個呢就在那個路環那個叫做九個碼頭的位置，一個呢堆上去呢就是金風南對下，所以遊艇自由行呢就是批了澳門海域是屬於澳門之後呢將會開通大陸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揸架遊艇過來，甚至乎類似渡輪的物體你拉一班遊客過來上岸。好，跟住附近有紅酒博物館啦，有幾個豪宅項目啊，廖澤雲啊，嗰啲咩叫做趙世爭啊，跟住嚟家又金風南岸啊咁樣樣嚇，跟住本身又有熊貓館喎、啊，係咪先？嗱，又有安德魯喎、啊，即係你仲計埋漢記嚇、啊，即係成根本上係已經有一個初型，你會見到係一個旅遊區嘅初型嚟，根本上船廠個位置就係肥豬肉。當然你聽啊，吳歐兩個議員講話係起西班牙別墅，呢、這個唔知道啦。究竟高樓臨海嘅啊商務住宅，定一話西班牙別墅都唔理啦。總之個位係一定靚，有巨大嘅利益喺中間。巨大嘅利益中間啊！咁如果從文物嘅角度講咧，有掟個靚灣先啦。根本上、上面個船廠係咪文物唔重要？嗯，你拆曬佢都唔緊要，你夠膽向下邊掘？掘三四米应该都是文物，是啊，有沉船在那里。不是整个路环，其实你记不记得以前掘黑沙又说新石器的位置啊？是啊，石器年代已经有澳门人在那里住的了，已经讲了石器年代，讲紧最少都三千年以上，是吗？是啊，讲最少啊，那些才是澳门人啊，告诉你。是啊，你够胆就拆了它，我向下掘一样是文物的，根本上你怎么都站不住脚的。是啊，是不是？所以话你话有冇呢个保育同考古价值，梗系有啦。根本上成个路环，以前话你够胆掘嘅话，乜都掘到出嚟。好啦，我唔从文物嘅角度讲，纯粹作为一个澳门人，有时候唔好话每个星期啦，一个月一头两个月，你系澳门日日翻工翻学咁啊吓，食饭，你有时候都想啊见下啲绿色嘅嘢，去下大自然啦，揸架车过去系咪先？但是你路环呢个片区咁样整咗之后，
你就已經是差不多三分一的路環都變成一個新馬路、白馬巷一個旅遊區，在那裡賣化妝品啊、金鋪啊，那時候你會有什麼感受啊？即不要說我們小個年代去路環踩單車了，即叫做見一下綠色的東西是沒有，你氹仔來家都已經完全淪落不曬了，澳門你上松山跑個圈啊，都空氣都逐到你咳啦，係咪先？氹仔已經玩完咗㗎啦，玩完咗，嚟家輪到路環就嚟玩完啊嘛。咁路環咪等於十五年前嘅氹仔啦，咪就係咯，即都仲會有綠色嘅成分，但係都開始塞車啦嘛，大佬。另外其實咧又要問一下一樣嘢嘅，就係、是、問一下個公務局啦。其實而家路環究竟有幾多地喺度申請緊批想起樓咧？嗱唔好話規劃嗰啲啦，淨係已經有人想搞緊嗰啲。嗱，即係咧。去佢嗰個公務局嗰啲網頁咧，佢係有資料，但係一般正常人咧係睇唔明嘅。叫咩 CM5 地段，路環 CM5 地段喺邊啊？你知啊？唔係知喺邊都冇用，因為一個地段咧可以係跨幾座山噶，佢哋黐線噶嘛。OK， 我唔講呢啲，我淨係計報紙 Google 得到睇到嘅資料。九澳隧道作過去九澳村，喂夠靚嘢啦！你九澳村又是譚俊明講到明那裡要搞文創啦，是不是？好啦，咁你本身九澳村那裡已經不寧靜啦，會變旅遊區啦，咁就作個隧道，咁就成個山都旺曬嘅車行過去啦。仲有一個叫做第四空間，即係咧佢將會做澳門第四個島，係人工島，嗰度又會有好多新興產業會放喺嗰度，就係講個 plan 出嚟嘅，冇公仔睇嘅。呢啲都係新聞報過曬嘅。你諗下啦，我當你路環到而家你都維持原狀，但係有個第四空間做多人工島，咁啲路環就變成一個。呢個係澳門政府最高張嘅地方嘛？你唔知係咩嚟㗎？等於新濠影匯話有博彩元素四個字就有賭牌啦。嗱，即係係啦，無限演繹㗎嘛，可以係啦。總之嗰度有個人工島想起咯，島咧就做產業啊，定炒樓，我唔 Q 你去啦。總之有個島先，最緊要有個島，有個島喺度。嗱，跟住咧路環就當你維持原狀，但係有咩事發生咧？路環就變成一個交通樞紐。咁到時又係車多人多，你仲有得綠色咩？所以咪要整個人工島俾你咯。人工島佢唔會同你整個大自然啊嘛，花咁多錢一定係唔係做產業就愛嚟炒噶啦嘛，即係我嚟種金噶嘛，邊會同你花咁多錢起個人工島出嚟就俾你過遊閒生活啫？即係你作為一個澳門人咧，澳門裏邊你係唔會再見到大自然噶啦。呢個係好。差不多是很肯定的，問題是究竟是十年之後見不到大自然，還是20年之後見不到大自然？你想想，你那個這樣的遊艇自由行，又求又矮又西，十九幾年現在才批，那你覺得它會失停嗎？是突然批了給它，好像是這樣，是一步步的，一開頭批就是澳門擁有自己的水域，再跟著李克強來到就批遊艇自由行，一步一步來，他們的plan老早寫好了，即是叫做咩粵港澳大灣區嗰個 plan 裏邊其中一忽仔嚟嘅啫，係啊，嗱唔好咁傷心啦，咁啊今節時間差唔多，下次翻嚟再講啊。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梁錦祥一周時事。好，翻到嚟第二節咁啦，頭先啊講咗咁多荔枝碗嗰啲嘢，咁其實澳門嘅保育咧嚇，無論民意啊同政府咧，即係都係好多意見，其實都有少少心淡噶啦，咁越講越負能量，咁啊算啦，唉，同阿森哥講翻啲開心啲嘅嘢啦 ，soft 啲嘅嘢，因為荔枝碗唔講唔得咁解啫。嗱，森哥，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啦。嚟家澳門嘅戲院咧，好似正當戲院都係得四間啫。開始咧，而家仲有唔正當嘅戲院咩？執曬啦，有唔正當嗰啲嗰個咩戀愛電影
館，你知唔知邊度啊？唔知道，戀愛電影館睇戀愛電影啊？喺大三巴下邊，喺戀愛行就有一個咧，即係好細嘅戲院，專門咧係播嗰啲另類電影或者澳門本土電影嘅。啊，係咪戀愛動作片啊？唔係，你戀愛動作片，你上嗰啲咩 DisAV 慢慢睇啦。嗰啲係動作愛情片，兩樣嘢嚟嘅。戀愛再加動作係一條生路嚟噶。咁先戀愛後動作定先動作後戀愛定點啊？呢啲唔好深究啦，即係總之係有啲咁樣嘅戲院啦。嗱，同埋你科學館咧都係有個戲院喺度嘅，係天幕望上去的。嗰個睇嗰個唔知道火星之旅定乜鬼嘢嗰個。係啊，即係啲科普片，即係有人話睇到瞓覺喎。嗰張凳係幾好瞓嘅。同埋，因為你要瞓住嘅狀態望住天花板。我有個老友話去親都一定瞓著嘅喎。咁好明顯佢係冇興趣睇啲科普嘢啦。唔係好明顯可以攞嗰張凳就去研究一下會唔會係一個，但係真係好舒服，促進睡眠嘅設施啊嘛。O、OK, K 舒服㗎，真係。咁樣樣啦，即係咧。嗱，嗰邊個觀眾唔好笑啊！你嘅笑聲係會入咗麥嘅。係啊。你一係笑大聲啲過嚟講兩句。好啦，咁我哋繼續。其實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自從有一間叫做 UA 的戲院呢，啲票價鬼死咁貴，跟住一場次又多戲又多之後呢，搞到澳門的電影生態大兜亂呢幾年。係啊，但係喂，唔好講笑喎， UA 有陣時啲旺啲嘅場次啦，即使講緊係星期五六夜晚嗰啲啦，經常性冇飛喎。我想講白鳩幾蚊睇套戲喎，而家真係仲要係爆喎，你唔係話係爆啊？你不是说百几蚊咁贵鬼睇咩？不是啊，是爆啊。咁所以呢，所以忽然间觉得佢嗰个豪华场$250张飞好抵睇咯。都冇咩所谓啦，首先。唔係佢俾返个炮谷同埋俾返个汽水你呢，计返正价其实算啦，又好坐啲。任食跟住將係咪任食啊？唔知係任食嘅。不過嗱，又係不過你睇得戲你就唔會去嗌㗎啦。唔係嗰張凳又係好好瞓㗎。科學館張好瞓啲，科學館張好瞓啲，因為你瞓喺度睇咧，係睇前面啊嘛。但科學館都話你瞓喺度睇上邊啊嘛，你真係一個瞓嘅姿勢啊，你明唔明白？我曾幾何時好有衝動，真係攞張類似皮嘅嘢入去冚噶。哦，算啦，嗱咁樣樣啊，近排有樣嘢咧就好得意嘅，就係咧嗰套叫做咩？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即係呢套。另外有一個找到你，有一個找到我啊，冇錯。係啦，係啦，係啦。好似我見佢嗰啲叫做咩啊？小說定乜嘢？我唔知咩嚟嘅，其實呢套啊，呢度一套啦，另一套咧就叫做啊《刀劍神域》。《刀劍神域》以前有 TV 版，但呢個應該係電影版嚟嘅嚇。咁都係好出名嘅日本動畫啦。呢啲咁樣樣嘅作品咧，以前咧澳門基本上你都唔使指意佢上畫 ，OK 上畫兩日三日即刻落畫。但係而家呢啲咁嘅戲咧，唔好講呢啲咁嘅戲，因為我哋歧視啊。我唔歧視，歧視日本 ACG 啱我㗎，都啱我嚇，即係。呢啲咁嘅 ACG 其實唔會俾戲院覺得係主流咯，咁但係好奇怪地咧係排曬隊，我唔講讀 L 啦嚇，動漫愛好者排曬隊去睇，你係一票難求。星期六有啲我都想睇喎，係我都想睇啊，但係我見到張相排到咁，我唔夠膽去睇啊，即係都係等出碟，我支持正版等出碟去睇。咁點解會咁樣樣咧？即係。即我想講，除了一兩套戲同時間上的戲是什麼呢？一套就是《攻殼機動隊》，即是荷里活版的，另一套都是荷里活版，叫《Power Rangers》。即是你上的四套戲全部都是 ACG 來的，整間戲院變了做終於都文化復興了，我們是的，讀 L 文化復興 ACG 文藝復興是嗎？是的， ACG 光明正大霸了一間戲院，終於抬頭了。是的，終於抬頭了。那間是哪間戲院呢？就是大會堂咯，公教咯，所謂的。其實那個以前是柏拖聖地來的，在我那個年代。哦，好了，那我們怎麼說呢？柏拖很多種方法的。那嗱，即是怎麼搞有這樣的情況呢？我先說回吧。第一，其實咧，佢係之前有套動畫咧好收得，因為咧你 UA hit 咗之後咧，離地中產啊，即係叫做啊打份政府工啊，跟住就啊去拍拖啊，咁其實好多時候可能會去 UA 呢類咁嘅戲院，未必會再去大會堂，咁會影響到佢嘅生意，因為大會堂不嬲都係做啲荷里活片啊嘛，即係所謂嘅爽片啊嘛。
睇完好爽嗰啲動作片啊，嗰類咁樣噶嘛。咁重疊咗個客源之後，佢生意受到影響，慢慢慢慢咧，佢又要摸過第啲路。咁但係套套嘢上咁去，佢又唔會有以前咁滿嘅位啦。咁至到幾時咧？有套嘢叫做《我的名字》，應該啊，森哥你好清楚啦，係嘛？我未睇啊，其實嗰套嘢。啊，淨係知道有套咁嘅嘢。因為其實想約個妹妹仔去睇嘅，但係冇妹妹仔肯陪我睇。啊，你個初戀咧喺邊？就係、是、未，所以未有初戀咯。係啦。係嘛？詳情咧就聽翻我哋檸檬茶嗰集啦。咁、啊、因為嗰套戲咧就相當之收得爆滿啦，咁啊不停有啲網友去澳門大會堂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叫佢上嗰個咩《星之營》啊，《星之營》又係好 hit 嘅，同我的名字同步喺日本上嘅，跟住又好爆喎、啊，上咗成個星期啊，跟住大會台又識得同啲網民溝通啦。啊，你哋中意上啲咩戲啊？咁或者網民話：喂，不如你上呢套啦，香港都上啦，你都買啦咁樣。嗱、啊，咁通過澳門嘅觀眾同埋個戲院互動之下咧，咁佢好夠膽咧。去入呢啲以前覺得好冷門嘅戲，但係入咗之後咧，唔係冇人睇，係爆滿排曬長龍喎。當中不乏好多後生仔，即係十幾歲嗰啲學生。我又抽一下水先啦，呢啲咪叫民意咯。咪係咯，係咪睇落唔得，唔代表真係唔得噶嘛？當佢得過一次，又得過第二次，嗰陣就有第三、第四次噶嘛。咁你搞一下搞一下，咪即係變咗個戲院摸到自己一條路咯。即係你嗰啲要揸車睇戲、拍住拖嗰啲。咁你咪覺得大會堂好難泊車唔會去，咁但係有啲冇車淨係用隻腳嚟行嘅人，或者佢唔介意唔揸車專程去戲院睇你嗰套咁樣嘅《刀劍神域》噶嘛，係咪先？都有啲人咁神心噶嘛，咁冇所謂噶嘛，大佬冇諗過呢啲戲會戲院咁好嘅設備之下睇噶嘛，通常都唔係等老翻等 BT 就係等出碟噶嘛，係咪先？咁你如果作為一個 fans 嘅話，覺得呢啲戲梗係入戲院睇先最精彩噶啦。唔係，另外佢都話大會堂有個優勢就係啲票價平嘛。你而家平都要70蚊㗎啦，70蚊，你去 UA 起碼多你40蚊先啦。90幾蚊啦，都要最平。好似100蚊張飛係咪最平而家？90幾蚊好似係。你咪打咗折啦。啊，係我折咗。折咗唔計啦，好似唔好似而家好似101蚊張飛係嘛？冇記錯。係啊，即係貴過香港成倍咁，有得啊！喂，唔係香港睇戲平喎，有陣時行過香港咧，旺角有戲院咧，佢有啲下午場幾廿蚊嘅啫喎。係啊，大把啊！我想講跟住佢喺大陸仲驚，我試過睇場戲10幾蚊啫喎。係啊，但係仲係好靚嘅戲院，硬件係贏過曬你澳門任何一間戲院㗎。我想講仲有一個特點啊，就係我嗰次俾15蚊睇套戲，入到去成個場得我一個。哦，包場添十幾蚊。我有啲想同個管理員講，不如你俾翻105蚊我唔睇，你唔使開機啊。啊，可惜係冇啲咁嘅嘢嘅。嗱咁樣樣啦，即係你搞一下搞一下咧，好似大會堂摸到自己一條路啊，不如做一啲啊小眾少少，但係有好多支持者嘅戲院，例如啲 ACG 啊咁其實佢而家咁就都幾好啊。做咗個朵出嚟，有啲新路向。好多嗰啲荷里活啲 B 級片係冇得上，直接出 VCD 噶嘛。嗰啲其實都掛得過噶。咁但係澳門有呢啲 fans support 啊嘛，但係 ACG 你就肯定有個固定嘅市場，同埋你可以睇個 post 啊嘛。金剛佢開個 post 介紹一套電影4個 like， 跟住就 Power Rangers 都好少少有6個 like。跟住你嗰套咁樣樣嘅《刀劍神域》160幾個 like， 跟住30幾個 share 啊，大佬。即係你直接可以喺 Facebook 度睇到個民意咁樣，佢知道啊上啲咩戲咧就可以啊翻本啊嘛！即係你諗下，將 Power Rangers 由2院逼咗上去3院，你2院係多啲。Power Rangers 啊，永樂都有得睇啊！係啊，嗱，即係永樂又係另一個傳奇嚟嘅。永樂唔同，永樂基本上已經。叫做做街坊生意是方便你班人拍拖的，我覺得活化石啦，不是，我再講多次啦，拍拖其實小本拍拖就會去永樂咯，但通常如果你出得嚟做嘢好多都是 UA 的啦。不是啦，永樂呢其實有佢嘅優勢嘅，佢可以俾你攞個牛雜入去食㗎嘛。係啦，有個所謂嘅噴水池牛雜啊。噴水池牛雜啊。對面有個牛哥啊，牛哥玩完咗啦。係啦，牛哥嚟，而家話4月就會結束營業啦。好似4月頭定月尾啊，我記得佢話中意嘅好快啲食啦。啊，仲有雞絲翅啦，仲有檔粥啦，
本身永樂又係活化石啦，嗱問題就係、是、永樂其實嚟家嘅方向就係咧啊，會俾下啲奇英做下啲粵劇嘅表演啦。哇！佢嗰度嗰個先係我哋吊命噶，冇咗班奇英，我哋真係唔使置喺嗰度睇戲。仲有咧澳門嘅本土創作嘅電影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永樂捱義氣同你上畫，佢可能冇乜好似未見過我。有，定還是佢冇宣傳咧？冇海報嘅咁。咁大份澳門日報，趙永遠都有賣廣告咧，有新聞稿。我即使連 poster 都唔印。係啊，有宣傳啊！你少睇啲文化版嗰啲《沙流愛情》啦，《骨妹》啦，《逆著風》啦，全部都係永樂上嘅。骨妹係大製作嚟嘅喎。拍咗600多萬啊，據聞。嗱，你冇啊？淨係睇梁詠琪都抵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你可能好多全澳門戲院唔上咧，永樂都會同呢啲澳門電影上畫，上唔得即係上得多，可能上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啦，上得少上一日兩日，甚至乎一場，佢都會同你上。骨妹好似淨係得佢上咗係嘛？UA 有上，但係好快落咗畫。佢骨妹好似都有兩個星期。我就係上去睇，到約到人嘅時候已經冇得睇啦。哦，咁啊，遲啲買碟咯。支持一下呢啲套嘢都拍得幾有澳門風味嘅、拍到澳門似唔似澳門啊？似啊！佢仲要係拍翻90年代嘅澳門，佢特登揾好多橫街窄巷咯，啊都幾過癮嘅骨妹。即係點講好呢，你永樂可能會係諗住啊，會播好多啲港產片，間唔中又揾啲得意啲嘅西片嚟播，跟住又會播澳門啲本土電影啦。跟住大會堂咧搞下變咗搞 ACG 啦。好啦，有得諗啊，其實係啊。咁其實你咁咪好咯，各走即係各有自己嘅方向。咁你最主流最賣座嗰啲戲，即係200蚊入場都唔介意，咪去 UA 咯，睇嗰啲啊美國嗰啲 superhero 咪過 UA 睇咯啊。反而而家又輪到邊個好迷茫咧？輪到旅遊塔啦，旅遊塔一嬲都迷茫噶啦。嗱，佢張凳又唔夠 UA 咁好坐，跟住佢嗰啲片永遠都係重疊旅遊塔永遠都重疊 UA 嗰啲所謂爽片，荷里活最頂級嘅片係咪先？另外咧，場數唔多，場數又唔多，仲係舊式嗰啲9:30、4:30啲咁嘅場數。最緊要又唔就腳。咁佢都係坐啲可以泊車嘅人咯，佢都係免費泊車嘅。但係嗱，你錯咗一樣嘢啊！有陣時去到係冇位拍㗎。咁佢附近都仲有空地可以拍到車嘅。講緊係，如果你搞啱個黃道吉日去咧，即是講緊係嗰啲有嘢搞嘅日子咧。嗯。唔好話附近啊！你想喺條街揾個位圍拍都冇得你插啊！咁你美食節先去睇戲，有啲唔係咁啱嘅。有陣時佢係有啲旅遊塔有嘢搞，已經係咁㗎啦。啊，係啊，係啊，有啲會展咧，你冇一有會展，啲人係唔驚抄牌，就咁停喺度任你抄㗎，好多人驚㗎。係啊，係啊，係 啊, 啊, 啊！你都未見識過我，因為我成日行過路過就走去借廁所㗎啫。仲、有添啊，隨時樓盤開盤添喺嗰度，就係班炒家係嘛？哦，係啊。嗰啲咩豪上豪拍嗰啲咩全部喺嗰度賣噶嘛？咁你如果嗰日去睇戲，咪大件事咯？係啊，大件事啊！甚至乎有人飲都大件事啊！達官大貴人可能喺嗰度擺嗰啲百日宴咁樣，你又冇位拍噶啦？百日宴啊！咁仲玩具反斗城搞特價，你都大鑊啊！嗱，即係係啦，即係而家又輪到旅遊塔，我唔知道佢有啲咩新路向啦。咁反而唔緊要，旅遊塔錢多嘛。我覺得最好嘅就係咧，每間賭場都搞下戲院啦，咁有啲競爭咧，你價錢先有下滑噶嘛。我覺得100多蚊睇套戲好撚肉赤咧，而家我唔知睇唔睇戲好咯，再咁搞落去。100多蚊就唔貴嘅，唔貴你撐我睇。問題係咧，佢有陣時啲片咧，唔知點解，我覺得好睇啲戲咧，永遠去到嘅時候就話落咗畫。哦，佢好似我覺得佢期咧就留曬俾啲大片咯。是的，没错的。有些即使叫做什么影评好，但是即使阵容或者卡士输少少那些，他不会跟你摆很久的。但是有阵时候很顶瘾的，落完之后可能真的没片了，又可能要计算收入呢，又翻生他几日。简单一点来讲，无论戏院定因为戏本身选择都太少了，但是看戏需求很强劲，去亲 UA 呢永远都是有些中國人喺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唔係喎，講普通話，好多啲中國嘅遊客，即使唔賭錢，有啲後生仔真係嚟到就係去 UA 坐喺度買曬250嗰啲飛，一日買幾場就係坐喺度睇國產片都有，我都見過有啲咁嘅人，因為佢哋話冇得睇喺佢哋嗰度，
有啲係上唔到噶嘛，只可以睇 VCD。嗯。但係佢哋如果有機會嘅話，真係會睇嘅喎，佢哋。嗯。特別係之前有幾套好似係一定上唔到噶嘛。嗯。其實就算荷里活片都係佢一年咧有曬 quota 限上幾多咁樣樣嘅係。另外好似話以前就算有嘅上到都係剪咗噶嘛，啲港產片有啲。會有一刀不剪和剪了的版本的，一刀不剪就是我們看的嘛，根本就是。所以我覺得尤其是一些博彩公司應該多一些戲院，多一些元素，澳門已經沒有東西玩的了，看戲叫做勉為其難，沒什麼了，看戲這樣的，澳門人陰公你啊，仲有添啊！你嗰啲永樂啊、大會堂啲場次執執佢，你真係仿效下香港嗰啲戲院，即係啊排嗰啲場次，咁就唔好令到大家每日就得嗰幾個時間，基本上都冇善用啲資源，即係而家都冇曬11:30呢啲咁嘅嘢。但係你澳門係一個24小時營運嘅城市嚟噶嘛，大把夜鬼、大把早鬼噶嘛，係咪先？即係可能朝頭早晨要運上睇戲噶嘛，係咪先？你有個地方在度又不好好善用，當然啦，我覺得公教咧，佢一定是自己物業啦，個戲院咁佢都不需要太過善用，不蝕就 OK 啦，係咪先？有冇諗過點賺錢？呢一期佢應該揾到錢咯。係啊，同埋佢都幾好嘅，即係關乎一啲宗教嘅戲咧，佢幾悶都好，一定想有一套叫做《沉默》。咁佢咧頭嗰5分鐘咧係完全100%係澳門做背景，但係佢個澳門咧是300-400年前的澳門，全部用電腦 CG 砌出來的澳門，一個大三巴被燒之前的大三巴，一個居水馬龍的來港，那就相當之繁榮，但是全部是用電腦特效做出來的。最重要是還有雷雷的沙圈。哦，沒有啊，沒有啊，300年前沒有雷雷的沙圈，這位現場觀眾不乖啊，插嘴啊，不要緊啦，唔緊要啦，係啦，好啦，咁啊，今日我哋都差唔多夠，差唔多啦，係啦，咁我哋熄咗麥先揼佢啦，好啦，好啦，好啦，熄麥啦，好啦，下次再傾過，拜拜。